那爸爸妈妈再次啊，要请你们把双手借给我们哦，掌声欢迎他们出场，给他们拍拍手。所以绝对不可以被卡到旁边去。好，再次的给他们一个掌声，谢谢他们带来这个精彩的演出。Attention！ 拜拜！爸爸妈妈，他们特别把奶瓶拿起来，很开心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园长妈咪啊，跟他们说这个表演啊结束啊，奶瓶就送给他们，是不是可以给园长妈咪拍拍手一下？